大家好，早安！我希望你们一切都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早市买的东西。我刚从市场回来。今天外面阳光明媚，so let's start。我卖香菜叶。香菜叶，and 我很爱 this 这个香菜叶，我卖西红柿 tomato 西红柿。我卖火龙果，我卖鸡肉，我卖蛋，很多蛋，我也卖这个水果，但是。我不知道这个水果的名字，请问，你们知道这个水果的名字吗？让我知道。我也卖三个洋葱。等一下，我也卖这个蔬菜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蔬菜的名字，让我知道，Please let me know the name of this vegetables。也卖some dried fish like 我还买了一些油菜and I keep them in my fridge and 我说今天外面阳光明媚，所以我觉得很渴，我买了椰子水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们祝你美好的一天，感谢您的聆听，谢谢。